食完啦，翻上車啦。咦，有冇司機叔叔啊？有。係喎，有個戴帽嘅司機叔叔喎。而家開車去邊度啊？翻屋企。哦，翻俊俊嘅屋企。你住幾多樓啊？18楼。俊俊住喺18楼，你跟我讲。俊俊住喺18楼。系喎，俊俊讲得好清楚啊，叻仔。